海克斯十没用到。哎干！我忘了我可以升十级，这人赚二，运气好啦，运气好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赢的，好像我刚看到什么牌就抓什么，有一对就抓一对，干就赚二了，好奇怪哦。嘟嘟，有骑士，骑士玩什么？狮子狗被砍了，想不到吗？卡尔玛两张，看他喷不喷钱，喷钱再抓，没喷就走碧波，碧波先借开。简单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，激情的情绪轻省略，又不是个演员，别设计那些情节。火甲蝎子，每一节你想怎样我都随便。没想到特哥唱歌很好听，感谢卡罗。没什么啦，卡罗这把、啊、看起来是战蝎的节奏，三只一抓一只三星战蝎。我操，这么多星蝎，哇，好嫖，真的是一手好嫖。怎么说，要不要为了一块钱上个战蝎？算了，会赢就会赢，遇到这家躺着都能赢、啊。再来一次盾，完了，记经典一胜一败，超级可悲。对着你的脸喷，养鸡吧！满入，满入，舒服。这把不低了，血鬼，对吧？蝎子自然三星啊，玩拉五开个五星阶，正常星阶是星阶是不拉等级的。那我们这把蝎子飘太顺了，其他也饿了，六级找拉克斯好一点。这家很顶哎、欸，操，他低空了，他直接拉六低空了，被满入一波，没办法，节奏被他 counter， 又被 counter。但我们准备好了，你要直接拉六，这人什么情况？挺好点吗？对啊，他开局就三精灵在叠了，很恶心。三精灵龙加泰坦在叠，一直靠一直叠，来个回魔的吧。围坐牢，但是可以接受吧？只能说可以接受，那要给门了，把拉克斯找出来吧。不低了，这样我们实心奖励已经实心奖励了，不低了，就飘着钱靠这个质量苟上去。飘飘，后排杀手拉克斯，完了，哇，还会走位啊，这老鼠。啊，打右铭，这把凯莎有一点顶级，因为他们刷那个装备德莱文飞斧，可以大大增加他们的上限。就算全部两星，刷一堆装备出来就行了。哇，鸡哥，你自己飞太远了吧？大老远飞过来踹我一脚，爽不？等一下，柔一如果七级嫖到，可以直接开五法，应该可以打蛮大一波连胜的。真的假的？法转吗？超级可悲，超级可悲，这到底是啥、啊？我以为要送我法转，结果是清零射手。好吧，也可以了，帮维鲁斯加点启动的效率。这熊到底是浓爽了没？不要再电我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啊，打不出来啊！哎，我蝎子怎么还没删呢、啊？我突然发现。一生孤儿是得刷、啊、刷吧，刷个啥我也不知道。招待券，招待券的吧，先在这里开刷吧。都拿招待券了，你还不刷？啊，这招待券怎么都刷不到东西啊？是在骗我钱？四法师，哎，头有点痛。我们这升级有点坐牢啊，真的在坐牢，但是好像没办法，要没命的都。这蝎子真的在搞我，倒早我二阶段就长这样了，现在四阶段了，我还有低牌哦，我是还有低牌的人哦。暴女血鬼抓哪一只？好像抓哪一只都没意义，抓拉克斯吧，暴女血鬼不要了。真的在靠背啦，哦，好烦。哎呀，有赶上，上门口了吧？上八找柔一开无法了。顶住，再两炮，再一炮！我操，你好死喽！
我好像不需要楼一了。啊？啊？刚才不是假人哦？干娘，我以为那是假人。哇，裂开！我以为那个东西是假人啊。裂开！干三个门是三小。破坏直接扫光，顶级上九吧，有升级。上九找大龙，把老鼠卸了。来，无法八星戒，我不先上了吗？先上去调几率了。好像也行吧，双冒险，巴德帮忙加回魔，好像也蛮顶级的。我说实话，还是不换了。柔一来，让那个骑马仔滚就好了，让那个骑马的滚。新界龙来感觉不会比较强、啊，两星可能有机会。怎么不抓法蛙直接吸法？法蛙很烂，兄弟卡两人口没有用，没有柔一强，柔一单法就比法蛙强了，法蛙还卡两人口。你这样想就好，你还抓不抓？我就问你抓不抓？偷偷哎、欸，给谁偷？看给谁偷啊？给柔一吗 ？AP 装给柔一啊？是不是？干你娘！你拿这么好，你拿这么好的 AP 干嘛？哇，又是这家，这家我头是真的痛，哇、哦，好痛哦，哦，很痛哎，秒掉了，可以这地，两炮完事，为什么这么痒啊？是被布隆挡住是不是？怎么这么痒？我还是吸，吸爽哎，想去，每个人都有妮可哎，他被我耳到了，他知道他全场拿机子。被我看穿了，兄弟。有法转吗？有法转吗？哦？哦？呜！两星大龙登场，在嘴，哎、欸，你在嘴，哎、欸，法转不拿，拿完六法师好强，五法吊打六法，对不对？顶级啊，顶级六法，是我错过了，真的抱憾终身，我没骗你。还有什么好？合适吗？你们说不合适吧？你看他们缺什么？你们在抓龙，没有人玩龙哎、欸。那扔了，这个门合适吗？不给好像也不知道干嘛，那就给了吧。顶级战仙，这波顶级战仙，龙兽，虚空门龙兽，超意，超意，哇，没爆钻，六灭龙下去，那是六灭龙吗？那是六灭龙吗？哎、欸，可以打掉、啊，哎、欸，可以打哎、欸。我没看到我有得打，怎么说？棋子打得很亏啊，兄弟们，一不做二不休嘛，就让他打酱油啦。我已经满装了，无所谓了。三星老鼠是啥小啊？他那里是三星老鼠，这什么东西？大电视？骗不骗我看？哇，没死哦，干你娘，死了，暴毙了，给我拉牙音，痛不痛啊？痛啊！顶级，顶级，我是真的很顶级啊！九滴血的粉伤，兄弟们，而且我钱多到不可思议，钱多到不行哎！他们缺什么？我把巴德捏着，让他们开不了秘术，他们也开不了啊！这四千你怎么开秘术？来，再输赢一次，六幻境是不是？六幻境咒剑，来啦，输牙啦，来供啊，来供啊，来供啊！你超级可悲，兄弟，你超级可悲。哎，感觉要双杀了，感觉要双杀了，兄弟们，我闻到双杀的味道。法洛斯先手，连定两下。你以为你站到那里就不用被打 啊？你以为你换到这里不用被打、啊？我先把你坦克刮完再打你 啊？你以为自己不用被打？笑话，笑话。哎、欸，他走位，跟他走位，跟他走位，他开外挂。你呢？操你妈！哇！
看他总会躲我一炮。低空了，低空了。又被他对到位，完了，会不会笑不到最后？其实我刚不用低啊，根本低不哎，死了，不见了，哈哈哈哈，不见了，吃海克斯石没用到，哎、欸、干，我忘了我可以升十级，哎、欸、我给忘了，我每次拿着升级都会忘记可以升十，真的忘了，真的忘了，兄弟们还是吃 ，OK。OK， 今天七把吃四把，太顶级了！我这个新界龙，这人赚二，运气好啦，运气好。干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、欸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赢的，好像我好像看到什么牌就抓什么，有一对就抓一对，啊有羁绊就凑上去，啊装备随便给，干就赚二了、欸，好奇怪哦、喔。实力大概只有金牌吧。说实话，实力真的有白金。说实话，我要送你300秒，七把吃四把。